自己画那个感觉不一样，跟你们自己的那个什么那个，你假如你自己的画，你被改过以后啊，变成是可以看的话，你那感觉是不是比较好？会不会比较好一点？那当然。那就是，所以这个就是要这样子，所以为什么要改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就是怕担心您这个，我还可以走得出去，不用排出去。说的那么可怕，您的你的话哪能改？不用那么多。是的，我看见老师教室的，教室的，要就要是，不是没法弄。你看我的手哈，好像那笔已经不再是这样子拿的，因为侧的，这样子滚来滚去哈，要灵活 ，OK， 灵活。谁不想？活不了，这是不是死了？是活不了吗？谁都想灵活，活不了，什么办法？你也只有黑白绿，你要什么绿的吗？这个画要湿的改好改还是干的？要绿的跟那个赭石吗？要看情形啊。绿的看看，赭石的是绿，绿，绿。主要我重点是在云，好不好？对，这三张就不用。其他东西我就是，哎呀，感谢主。太好了，还没中奖你就这么挥霍，我们钱都给他花光了，投资。告诉大家不让大家花，买一张跟买一百张 ，no big difference， 对 ，no difference， 一张跟一百张值啊。没有，我们彩券，我们要奖，十六亿了，老师，十八亿了。我们中了以后要盖一个那个艺术学校，是不是有一点？是不是有一点东西出来了？有没有？因为你这已经是灰的嘛。你这故意把它搞灰的。不是，它的本身已经有。它有点脏。它这本身已经有灰的感觉。对，有灰的这个感觉，它那个山的。那些云出来了，对啊，这样，你去这样一下，都中了奖，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，就天天画画。我好像觉得我可以雇个人来给我画。那你还有没有？我在家里还用棉花哈，还有用。用棉花来吸吸纸，你看，你就加这么一点白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它有一层一层的感觉？有没有？对，你自己看，这里有，这里有点透明的。那你这里就可以呀，你这里也是一样啊。不是要全部加哈，那全部加呢就完蛋了，就这个感觉，就大片白了，对哈。你这样这样一点点，好像这里就变飘渺，这个地方就对不对？那这边你这样一点点，它就好像变飘渺了，就出来。这个就看出来，是不是有一点哈？那你这样子，你看你这个，我这是从这里来的 ，OK？ 那这个没有什么不好啊，那只要加一点这个，你就出来了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这已经是灰的颜色出来了嘛，那你这里哦白的，哇，这很多白云哦，这一片哦，对不对？有薄有厚这个颜色，基本上已经就是横笔，你得擦的话，擦的。你知道这个意思哈？看的时候都挺，画的时候就不知道，那笔都不知道怎么走的。那你看，那你。